Why Tourism 关注 EVA 是日本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简称，是由日本导演安野秀明创作的科幻动画剧作。在这部与高达并称为日本科幻动画二大里程碑的经典之作，少年少女们驾驶巨大泛人形决战兵器与来历不明的使徒进行殊死搏斗，在这个过程中探究人心、人与人的关系乃至于人类的本性，堪称日本动漫史上故事结构最宏伟的作品之一。这部电视动画1995年在日本首次播出，便感动了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历经23年人气仍经久不衰，在全球拥有超过2亿粉丝，早已不再仅仅是一部动画作品，而是成为了一代人心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23年前，一部《新世纪福音战士》不知道惊艳了多少人。23年后，你可以通过 EVAEXBO 3.0 特展重温旧时回忆。EVASTYLE 新世纪福音战士潮流展和 B 一楼 EVASHRBYTIOM 新世纪福音战士作品展日前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同步开幕，两个展览呈现全然不同风格和内容，展会总面积将近1000平方米。值得一提的是 EVASHRBYTIOM 新世纪福音战士作品展是首次来到中国，延续了新世界大丸百货历来举办首展的传统。本次展会共分两个楼层，通过双楼层双主题倾力展现 EVA 作品的精彩之处，诸如史上首款初号机机体手办白魔展示、近十米超长精品手办展示柜、2018年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 CD 与日本同步发行等诸多亮点首次曝光，只等你现场体验。 EVASTYLE 新世纪福音战士潮流展位于7层的新世纪福音战士潮流展，将海量精品手办展示以及经典场景的再现初号机大战使徒场景，还原数千件展品。筹备2年，每个手办均由专业手办摆放师进行动作展示，每个手办摆放时间长达20-30分钟，还有多组 EVA 历史上经典的跨界衍生合作内容，以立体的方式进行了展现。 BLOOKITTY 主题、户外运动主题、新世纪福音战士赛车主题。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福音战士插画集2007-2017年本次展会现场进行提前发售，不仅收录了安野秀明本人的画作及草稿，还收录了包括真本义行在内的10位画家的大量知名画作插画集，封面全书超过600幅精美画稿。是2007-2017年10年间官方合作插画的集大成之作，只带你来收藏 EVAXHIBIDION 新世纪福音战士作品首展。从未在中国公开过超过200幅的珍贵 EVA 作品原画线稿，将为观众还原创作者的灵感来源、经典场景还原、史上首款初号机头部白魔展示等，则将带领观众了解该动画的制作过程，重温熟悉的经典场景。对于动画爱好者及从业者来说，将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盛宴。分镜头手稿剧场版的场景再现，也让粉丝无限满足。如此伟大的神作是如何诞生的，等你亲自前来一探究竟。时间7月13日到8月19日，10点到21点，20点30分停止入场。地点南京东路228号新世界大丸百货7楼。EVASTYLE 新世纪福音战士潮流展 B 一 EVAXHIBIDION 新世纪福音战士作品展票价双展通票89元，每人可随机抽取展会限定潮流帽。新更多门票类型及票务信息，请查询票务平台或展会官网。福利来了，7月18日10点前，请给本微信后台回复正文下方留言评论无效。EVA 福利加姓名加手机号码，将有机会获得本次展览门票2张，凭中奖通知和姓名手机现场对票入场完成指定动作，可以加大中奖率。中奖名单将于7月19日在乐游上海微信底部导航栏互动有礼中奖名单公布，请注意查看。